哥们看着了，身材不错啊，皮肤也白，腿也长了，是吧？老伴儿，小孩子来呢。有的人有话，行了。亲爱的，我一会儿就到了啊。再坐十分钟车也行吗？老公，我以为他们马上就到了，你到哪儿了？待会儿到这边走了。哥们，你不走了吗？来来回回，啥呀？等两分钟就够，这这么长时间也没用，我换了，换。啊，好嘞，你这手机都快泡水里了，还等呢？拿小电脑壳刷到白墙了。咱不加玩了，热了。啊，也行，走吧。啥意思？昨天我就答应了。我回家休息吧。啊？不是泡温泉呢？你咋答应了？嗯，水果不错，兄弟啊。